不然我觉得自己变得一点用都没有，整天只会想一些。我要负一定责任吧，你的不专心跟我有关系吧？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专心啊。我有什么事情等我们做完这些再好好谈吧。最近我也想了很多事情，是吵架呀？会不会你们已经互相表白了？齐叔，好好好好好，不问不问啊，接下来可就看你自己的了，我可是帮不了你。好了，我去度假了，这个家可就交给你们了啊。儿子一胖啊，哎，常言道，葡萄熟了就得摘下来，你不摘也会有人摘。人生该行乐的时候就得把握住啊。我年纪大了，比你们更懂得珍惜。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这是我梦想的一天，跟你约会。我？我以为我是个很坚强的人，以为自己可以压抑自己的感情，可是我不能。但是我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高老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至少让我再多一点时间幻想。你现在还承受不了。你先听我说完内心话，那也是我一直想跟你说的。我知道你对我的感觉，那也是一直藏在我内心心意的原因。我怕说出来连一点幻想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就任由自己的性子欺骗自己。可是我知道我的幻想并不能实现，事情也不能成真，我也不再这样欺骗自己。说出来至少对自己曾经有过的感情负责。我喜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约会，别忘了给我一个答复。这是高老师送给我的。来，我帮你把花插好。你一直都知道高老师喜欢我。这是他的心意，所以更加要好好的照顾，不要辜负了。我是知道，不过也就是这样。其实我心里面是希望你不要回应他的感情。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就是这么希望的。那你知道你现在立场吗？你女朋友，我知道我这样说会觉得很奇怪，可是真实的感觉我就是这样的。我忘不了过去，可是我一样也没办法开心的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我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你的心里面有一点在乎我，再回到拒绝高子文，不跟杨鹏在一起，甚至不跟其他男人约会，那我就会。你会怎样？我会很高兴的。你自己都弄不清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对我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你谁啊？是北北让我来住他房间。啊？就是他让我交给你。我明白了。如果你看见培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你会怎么办？那让我很难过。不过，我还会祝福他。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去哪里了。从一大早起来我就不见他了，我想也许你知道他在哪里。如果我知道啊，他会让你把职务交给我呀。啊，培培啊，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啊？哦，好，谢谢啊，我继续找一下。高老师，又带植物来了。啊，是啊。大叶青、小萝、小叶、紫菊、色刺。每一颗都有他们的名字吗？是啊，每一颗都很特别。那这颗呢？新叶嘛。新叶。昨天我给佩佩老师表达了，这是他今天送给我的。也是他的答复，话语是有情。其实我早就知道佩佩老师的回答，所以我这样很好。新业，新的学期开始，新的信心，展开新的一页。所以，我也不再是喜欢佩佩老师高子文了。新业。好美的名字。是，我要振作起来，去展开新的一页。怎么，高老师又带植物来学校了？啊，是啊。嗯。哇，好漂亮的花啊！哎，能不能把它送给我呀？高老师向培培表白了。那你呢？也许别人不知道，是我看得很清楚啊。一个女人，不管她在事业上有多大的成就，一旦碰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呢，再多的精明干练也都会消失。我是欣赏高老师，我是一个不喜欢欺骗自己的人。对方对我有没有感觉，我还是知道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是总要有一方先表示啊。在工作中，我可以独当一面，不输给男人。可在感情方面，我希望双方是互动的，不要只有我一个人付出。即使是我促成了这段感情，两个人在一起了，也不是我想要的结局。你永远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理智很好，这样可以少让自己受一些伤害，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少一些理智，享受一下人生脱轨的惊喜。不是现在，也不是我这么在乎的事儿。
但昨天把过去考过的一些题目呢全部整理了一下，大家看一看。太好了，有了这个啊，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班级的打败。别傻了，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在用功？你在念书，其他班级同学就不读书了。那怎么办？你开学就是第四次模拟考了，再过三个礼拜就是第五次了。对啊，谷老师还真是辛苦，感情不顺，事业又前途未卜。你别乱说，培培老师不一定是跟杨老师在一起啊。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考不到第一名啊。总之一句话，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努力。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想了吗？你们怎么来的？是不是我们班考不到全校第一名，谷老师就得走？这个忙我也帮不上，这是谷老师跟家长的约定。但我想能帮上他的就是你们了。你们要努力学习，尤其是英文。如果你们的分数能达到全校的平均成绩，那我想他的机会就会很大。我知道你需要时间考虑，可我真的很想你。你这次肯出来跟我见面，就代表你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我。哎，你去哪儿？那些是我学生。你又来了，每次都是学生，你不只是老师，你也是我男人朋友。你一直都不明白这一点，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就得喜欢我这一点。我永远是一个老师，过去没有改变，现在也不会变，将来我更不会变。我要的只不过是你对我多一点点的注意和关心。我当老师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受了你的影响，连自己的学生出了事儿、失踪了都不知道。从那时刻开始，我就确定，我再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我老师这个称号的事情了。他，两个人在一起，是更多的相互关爱，而不是拘束。不好意思，又要麻烦你了。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弄好，不然我们老师会因为我的缘故被赶出学校的。我的英文成绩很差，每次都把班里的平均分数给拉下来，所以拜托你了。我也会尽量帮他的，可是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上次因为你啊，他进步了很多，所以这次拜托你了，拜托了。请你一定要帮这个忙，拜托。OK， 我会帮的。时候不来，怎么上哪去了？我说足球健将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踢球啊？哎，我正在专心的工作呢，我在工作。哎，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你可以进房间啊，这里是我住的地方。
现在也是我住的地方了。你停下来，我问你，你跟佩佩到底什么关系啊？她到底去哪里了？你凭什么这样说？我跟你非亲非故的，我跟她住楼上楼下啊。她也跟你非亲非故的，用不着把行踪跟你交代吧？我是担心她。那么担心啊？打电话去问咯。你在哪儿啊？我，喂，挂电话。你为什么挂我电话？我，那，你不准挂电话。喂。你在哪儿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喂，喂，那我们在这里呢，要谢谢六位朋友给我们访问，同时呢，也希望这另外这边两位朋友能够这样子。今天的电话号码是65571863，详情是由日本卫生福利厅提供的经理提问。去会场了。高老师，发什么呆呀？我在想，很多时候事情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人也是一样嘛。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搞懂，所以人和人相处才会那么有趣。哎，走啊，联谊会就要开始了。虽然高考是决定孩子们未来前途的一种非常关键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一次人生的考验。通过高考，他们不仅学习了文化，而且呢也培养了自己面对未来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时候我们家长所起到的角色应该是协助他们解决由于紧张而带来的压力，而不是期望过度而给他增加压力，说是不是？是是是，校长，其实这次家长会能开得这么成功，都是你的功劳啊！哪里哪里，大家都在努力嘛。校长，郭老师，郭爸爸你好，好久不见了。第五次模拟考试有没有信心啊？当然有信心了，就是没有100%的把握。我想我离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可是我热爱我的职业，喜欢这个学校，更喜欢这个班级，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哎，
谷老师啊，最近我们小峰变化很大，有些事情呢，他愿意和我们沟通。我想啊，作为一个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而且呢，他还能帮助同学呢，能发挥他们自己的潜力，这一点很重要。校长啊，我们家长都很信任他，希望您能继续留在这个学校，怎么样？你们有事谈，我先走了。坐好，刘总。哎，好，刘总，慢走啊。你气色不大好，凡事尽力就好了，过多的担心也于事无补，心放宽一点，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校长。什么事儿说吧。她回来了。是那个女孩。我好像和以前一样，还是不会选择。我总是这样，一碰到要选择的时候，总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自然的明朗。自己不愿意做决定，又不愿意什么都不做。你怕什么呢？我是怕选择后看到别人失望的表情，或是怕自己选择错误了，到时候就不能回头了。人生是一定要做出选择的，你不可能把什么都抓在手上，否则到最后你什么都不失去。可是，正像我刚才所说，孩子们在高考中学习面对未来的能力，同样，你也需要学习，你需要学习如何做出选择，正确的选择才能让你担起你应该肩负的责任。你不是经常跟我说，你是用心来和孩子们沟通吗？那么这一次，你也应该用心来做出选择。家长会也结束了，你也应该回家了。要是有人要搬出去，那也应该是我。说出来，说完之后其实很简单啊。我可以叫我妈撤销约定的。谢谢你啊。不过我想还是不用了。为什么你对我们就这么有信心呢？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啊。我不是对你们有信心，我是不在乎。当初我签下那份军令状的时候啊，我是觉得我有没有在佳音教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可是如果我这样做能够让你们提高自信的话，那又何妨呢？不过现在我真的是想拼一拼啊。我想看着你们毕业，而且不止你们，还有很多人都想我留下来。我们的事儿解决了，不过你感情的事儿也顺便解决一下吧。你倒是人小鬼大，哎，你可不可以有你这个年纪的小孩子的样子？老是不像个大人，做学生的当然懂点事儿喽。姐，小笨蛋，走吧。
车，你该回家了吧？哦，回家。那你要走就走吧。我是说回你家，你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家里吧？就是。哎，到底你们发生什么事？没有啊。没有？那为什么一直避难避在我家里，现在还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好吧，你不说，我也不勉强你。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一直心情好乱，理不愁绪。你告诉过我，喜欢上一个人，会在于他的一举一动，随着他心情而变化自己喜怒哀乐。那么，我好像是喜欢古月涛。可是，杨萌陪着我的时候，我又感到窝心、快乐，好像可以把自己放心的交给他。我好像也是喜欢杨鹏，但是，我一想到古月涛和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心痛？他不让我跟杨鹏一起出去时候，我却那么想答应他。刚刚你说古月涛几次，杨鹏几次？古月涛这个名字在你心里面恐怕比杨鹏更常出现吧？万一我承认了，我在他心目中不是最重要的呢？在我没做好思想准备之前，我还是无法面对他。这种问题，除了面对之外，没有第二条路。我有预感，你在我家里住不久了。讨厌。心情不好？怎么会是感情的问题？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怎么知道？当然了，经验比你丰富点。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让自己知道已经爱上一个人？简单。干嘛？我看你也不像那种乱来的人啊，这一定很准。你忍不住想吻的那个女人就是你最爱的那个女人。根据我的经验，身体的冲动永远比你理智诚实多了。
佩佩。我以大哥的身份，希望你能好好把握住骨月涛。你为什么老是希望赶快交男朋友啊？希望你能赶快结婚啊！虽然还来得及，但看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么急把嫁出去？不是急，全家人都看着你长大，看到你工作上有成就，很高兴。朋友相处的不错，但总希望找到那样一个人来代替我们来照顾你。可不希望你孤孤单单一个人啊！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所以也只能得到平凡的事情。也希望你能可以得到平凡的幸福。我一定会努力把握自己幸福的。自己找的好。没想到他还在继续希望着。他总说，总想让教育普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总说一人一份力量，一元一个希望。所以他就每天存一块钱。我以为他是一时兴起，没想到这么多年他还在继续做。我相信他只要还当一天老师，他会这么做下去的。就算他不再当老师，他还会继续下去的。这半年以来，我在他身上发现对学生的关心，对教授的用心，也许是因为这样，我感觉我越来越在乎他。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这些。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跟他约好了一起去庆祝，突然之间学生出事了，你是希望他去赴约呢，还是去学生那儿？他一定会去学生那里。我问的是你希望。我一定会让他去的，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会担心学生，这也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对不起啊。我们认识十年，相处七年，没想到还比不上你半年对他认识。也许也是因为我也是老师吧。不过还请你告诉他一句话，我不会放弃的。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最近发生很多事，我也想了很多。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好好谈谈。看到我有这么惊讶吗？我醒过来发现你不在了，只看到你的行李，那个足球健将也不见了，我担心你出事儿。你没事吧？他是我大哥。大哥？他这几天来参加球赛，
所以我把房间让给他，跟小甜甜一起挤了。嗨，我白操心那么几天了，我还以为你以为我。有一点，不过也是因为自己原因，想让自己想清楚一些事情。那你想清楚了吗？那你想清楚了吗？我？我已经告诉杨鹏了，要跟他好好谈谈了。你要跟他谈什么？哎，你到底要跟杨鹏谈什么？对了，刚刚女朋友来过，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她不会放弃的。我知道她不，她不是我女朋友。是吗？是是。哎，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委屈你自己啊！